后呢，神神舟舟，七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前门阀，完毕。返回舱来到了轨道舱啊，掌声响了起来。和上一次太空会试的时候一样，这次也是新乘组的动幺号航天员首先来到了天和核心舱的气闸舱，常胜杰也来到了气闸舱。核心舱的定向摄像机拍摄到的。大家通过这一段画面啊，就能够非常的清楚地看到神舟六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他们的身体状态相对更加的轻松一些、从容一些。他们也在帮助刚刚来到中国人太空家园的三位新队友。一、二、三，祝梦。